阿七，阿七。怎么在这就睡着了？会着凉的。四爷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遇事不要急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，等你休息好了，我自然就出现在你身边了。你不骗我，你不在的日子我好累呀。不骗你，来。不要离开我。小姐，你醒了。小姐，你从昨天回来开始就一直昏睡到现在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你可得保重身体啊，我给你准备了点鸡汤，要不趁热喝了吧。我不想喝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去找哥哥。小姐，哥哥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四爷他生死未卜，严三郎又昏迷不醒，城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切都是扑朔迷离。我现在真的是一点思绪都没有，以现在这种乱象，以我的心境，真的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。哥哥，你能不能给我点启示啊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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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快来人啊！小姐晕倒了，小姐。